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室。今天我们继续研究经典死活发扬论，我们一块儿来看棋盘。我们先来看这个，上次呢摆过了，很复杂，别看这里边非常大。那反正第一步点这个，白棋呢只有接，摆过顶的话棋感不大好，它可以先长，那再打拔，那只有打拔，然后不要先冲这个，然后把这下爬掉，然后再打，这样是死的，他只有接，接完一扳他就死了。所以呢点这个他是只有接，黑棋点这一步的时候白棋只有接，那么黑棋呢要打这个，一定要打这个，不要断的话他有虎，他主要有虎这一步，虎这步你如果扳就可以打吃，接住团住，这样就成打结活了。因为你不能收气，你如果收气一扳是先手，一做眼就活了啊。当然这棋呢直接做眼呢也活了，你不团这个做眼也活了。所以虎这个的时候，他要想杀黑棋，要想杀白棋还得团这一步，团这个黑棋有扳，黑棋团的时候白棋有扳，啊，现在这个棋就很难进杀了，因为你打它接住，不能点这个，与你点这个，它弯这个，它从这边收气。现在这儿不入气，这儿不入气，现在这几个死了，你接着它就打，这也是个刀把舞，但这儿有只眼，这儿吃的还是眼，所以不行。那呢打这个也不行，因为你打这个他又打这个，你接住他再一打吃也死了。那么这几步不行，那就虎，看来这儿像是要点，虎这个白棋打吃，黑棋接住，那白棋继续打，现在呢这儿有只眼，那么黑棋如果破这边的眼，那白棋呢一立，这儿一只眼，这一团呢可以吃掉，这样就两只眼了。黑棋如果破这只眼，那白棋呢可以弯这个，当然提了也活了，因为你点这个它这儿一般是有只眼的，这下黑棋没有能够扳着，所以白棋一提就活了。这下的话这就是活的了，你现在扳不着，你扳的话他就打吃，你接着他吃，提是先手，你一点他这儿一打有只眼，这一团有只眼，你破上边这个，他把这边这只眼做出来，那也活了。这就是你只有团他一扳，刚才摆的打不行，你再看扳比打呢好一些，得打这个团这个，没有什么变化。黑棋打这个，白棋现在只有吃这个，白棋只有吃这个，和黑棋呢扳，这样呢成打结活了。白棋打这儿，黑棋提，白棋把这个提了，还得点。点进来，白棋提是个打结活，打结活的话，黑棋呢不满意，黑棋这个局面下不满意，他只有点了提，这是打结活。所以你点这样的棋，你点这个，他接这个，刚才看断不行，断的话他有虎，你无论是团这个，他就一扳，这是个打结活，你只有扳。又打完了团住，扳完了打，这都是打结活，走别的就不行了。那么走成这样呢，白棋看呢虎这个呢看来是要点，所以他还可以考虑走这一步，走这一步接住，然后这里头呢就太大了啊，非常的大，如果坐这边接住查这个
接住立，这呢就成对杀了，对杀，白棋立，黑棋挡住，这样呢一二三四棋，一二三四五，这样的快一棋，黑棋快一棋，因为一二三四五，黑棋是五棋，白棋这是一棋两棋，这儿呢三棋，但是有两个不入棋，是四棋，所以并才接。现在并呢它是只有接住的，并它只有接住再并，它如果接住爬，那团立，无论立这边还是立这边，那白棋呢只有搬了，搬挡，刚才呢被它提掉是不够气的，那就考虑坐行不行，现在开始数气，一气两气三气四气，现在呢黑气是四气，就白气这块是四气，一二一气两气三气四气，一人四气，现在轮黑棋下，但是呢这有个结了，现在有个结，一二三四，这有个结，现在成打结了，因为他手只有走这个了，黑棋走这个，那白棋走这个，走黑棋走这个，白棋走这个，这儿呢有个不入气，这儿有个不入气，所以呢白棋在这个地方可以长一气，这个形状呢就成打结了，还是没有进杀，只有立或者脱先，应该是打这个结，现在这是个缓一气结，就不停的打就行了，黑棋打赢了就接住，那白棋打赢了也没用，白棋就还是得打赢了，也得打这个，他也提，所以这是个缓一气节。现在这是并完了双，刚才看这步是要点，接住，然后双这个他只有接住，继续爬，这个要团，这个要团，这些尖不行，尖有挤，搬不过，成打结了，所以继续爬团。黑棋在这儿呢，一定要做眼，刚才呢做的，这做两边呢，这两个都一样，所以做哪边都一样。你无论做哪边，它一搬，你挡呢，它一，你只有挡，挡完它一做，这样呢就成打结了。不要挡，你如果挡的话，一搬，这下成静死了。接他就接住，这两气对三气，这样就进死了，所以搬完之后一定呢要做这个，这是个大绝活，缓一气结，这是病，病呢没有进杀，是缓一气结，那黑棋呢就想着如果断怎么样，黑棋来断这个，断呢白棋打吃是肯定的，接住，那下一步就看白棋怎么走，很想搬，因为接的话呢立就是先手，如果接这边呢他就得走，这边呢收气，那比如说搬，搬这个，搬这个不行，那只有搬立都可以，而不管走什么他就挡住，你要想杀他总是要接，这时候呢他立这个就成先手了，只有打吃，这吃的太多了，所以这样就活了，所以断他打一粒，现在如果点这棋就不行了，点他搬，你点他搬，断没有，只有爬过，只有爬过，爬过他一坐就活了，你也不能走什么，走什么呢，给他挡下来，这下亏得更多了，这几个也死了，这个也死了，这样比较失败，这样呢这步并呢虽然是要点，并完他接，虽然是要点，后来一看一断进杀不了，他有个打吃，打吃完了一粒，虽然呢可以吃那边，但是呢这边就活了，要想吃那边呢只有断这个，现在只有打吃，
那这时候再搬，可以把那边吃掉，把它打接，可以把那边吃掉。但是说呢，你搬的时候打它接，白棋呢可以提这个，你还是得打吃。现在只有打吃，打它一粒，这样这半边活了。这是断的手段。断完呢，由于呢这边呢打完了有个粒呢，黑棋必须断，那白棋提先手就活了，所以呢并完了，断也不行，并也不行，并是个缓一气节，这样不行，所以说呢黑棋呢才下出来这步打，才下出来这步打，这步是正解，我们上次把这个正解图摆了一下，它不能接，一个是说它主不断，它走这个可以搬，走这个就可以搬，接你就过了，这样它不行，所以得走这个打，它只有接，这时候再断。它这打这边呢还是不行，打完顶，这边一搬也死了，这边一冲也死了。那么单顶你一搬，这边就不够气，那边打着一下，只要打着这下就死了。这下打着了，本来呢一打白棋能，这下没打着，他一打能做活，现在打着了，那白棋就死了。所以打他接断，他那边就没希望了，他就只有打这边，打完了立搬不行，现在搬他又挡住，你只有补，因为你不能打这个，打这个他提这个是先手，你要接这个他接这个，那头死了，你再打都没用，你再打黑棋接也行，吃也行，这个活不了。做这个现在没用，你做这个他就接这个，没有打接活，这样是死的。对，做这个呢是没有用的，所以这步搬也就没用，那他就还是立，还是立。但是现在这个黑子呢是摆在这儿了，不像刚才那个图呢摆在这儿。这是有关系的，现在这个败在这儿，来立黑棋呢只要不要挡，挡他接一爬可以这块吃了，但是又给他活了，所以黑棋呢不要挡，那么不要挡也不能断，因为现在那头收气是不够的，你比如说尖他打吃，你不能接住，你接住给他一打，这个局部呢是白杀黑，不能沾了，这个局部是白杀，吃也不行，你吃它提了，这还是能入气的，这还能入气，你要不断这个肯定是不行，所以尖也下不出手，不行，所以这棋呢点，还是只有点，点这个，你断了呢，断了打，打完了渡过就活了，所以这棋是点这个。这样呢白棋如果现在就看白棋怎么走，白棋挡这个你再挡，由于有了这两手交换，由于有了这两手交换，白棋就不能接了，白棋接了你渡过，看着这两手交换的用处了，这两手交换完白棋就死了，所以它不能挡下去了，它挡下去你再挡，所以它不能挡下去，不能挡下去他就得收气，那无论他收哪个气，黑棋都爬回来，黑棋都爬回来，爬回来之后呢白棋发现呢做不活，因为白棋要想做活呢就得下这个，白棋要想做活得下这个，白棋下这个黑棋呢挡这个，现在呢他不能接，他接这个你接这个，这是个双活，这个呢不入气，这步不入气，所以这棋他就死了，这步不入气，那么点看来不能挡，因为挡下来一挡就不行了，不能挡就这两步，一个是走这个就爬回来，那么他再走爬，这棋就死了，这棋是死棋，提三个嘛。
那就走这个，拐也不行，挡也不行，这两步就都死了。所以你点这个，点这个，他如果拐这个，实际上呢是可以爬掉的，爬掉是很简单的，爬，他只有打吃，那不管打哪个，你再爬回来，这棋就死了，团就长，是没用的。走这步呢也死了，走这步也死了。走这一步，他呢挡这个，你呢可以不能断这个，断这个他活了，你可以走这一步。他现在呢不能打吃，他打吃的话你有一断，他提了四个，提完四个一接或者一打，接一个最好，这里边呢不活，这是死的，所以这样呢也是死的。就弯这个，他如果补这个，他补这个，你有打吃，他一接，这是个刀把五，所以这几个结果呢都是死棋，这是这个棋的一个情况，还有一些呢变化呢稍微复杂一点，就是点这个。顶也讲过了，接呢这步打是关键，打这个。下边呢我们来看这边这个题，这边这个题，这个题呢显然是更加常见一些，来看一下黑棋该怎么走。里边呢非常的大，所以呢要从呢一定要找着要点，从外围先动手，直接往里边点，里头太大了。所以第一步拐，第一步拐，先呢缩小它的眼位，如果退就点，它如果搬就打吃，这样就打劫了，有个打劫就不错了，因为它里边呢太大了。这棋，所以这类题不是从这边破，就是从这边破。这样呢，第一个症结已经有了，就从这儿冲。因为你如果搬这边，里头呢太大了，它可以退。你点这个，经常用的一搬，你无论立还是尖，它都有打吃，接住。白棋挡，这样白棋是活的，所以从这边动手看来不行，一退，退就是活行了。这步呢虽然有它有几种下法，其实并呢也是活的，并呢也是活的。尖稳健一些，尖更好一些，看得呢更清楚，因为你冲这个，这样就活了，这一只眼，这一只眼，这样。那你不能破这边，破这边它一挡，就能把这只眼做出来。所以点这个，它尖这个；点这个，它挡。这些肯定都没用，因为你点它挡住。这个里头呢太大了，所以单搬这些，单搬这个不行。这个呢，这是活形，搬它就打。你打也没用，打它提了，是这个形。这个形状呢，只有有了个接是死的，有个接呢一点是死的，有机会再给大家讲。那这步接都没有，那肯定是活的，里头很大。点完角就是这个形状，所以从这边动手呢是不行的。那第一步呢要动这儿，搬完了爬也不行，爬它的。搬完了靠是有的，搬完了靠，但是它可以打吃。你从这儿只有搬过了，只有搬过，搬过他提，你接这个黑棋，接这个白棋，立这个，所以白棋是活的。你靠这个打吃，
很想常照一下，可是常不着，常给他一打，无论打哪个，打哪个都死了。这两个呢逃不掉，这两个也逃不掉，这个也逃不掉，这白棋是活的。那剩下来就是靠这些了，这些就是靠这一类的手段。但是呢靠这个呢，他如果挡下来，你还有扳的手段，但是他可以加，也能活一半。但是你靠这个呢，他主要还有个退，很简明，现在只有接，接了呢他扳，那只有点，要想杀他只有点，他先拐这个，这得爬，不然一挡就活了。你要爬这个，他再立这个，你还得再爬就成后手了，里头是个双活，这白棋不行。所以第一步冲是肯定的，没有什么其他的招法，第一步冲。黑棋第一步冲了之后，白棋现在挡不住，白棋挡的话黑棋扳不能断，断了有爬是挡不住的，你走被吃了。所以一爬退，这是容易的一个思路。我们先来看退，这地方变化呢非常多，首先是挡不住，来看退。退的话点，刚才摆了不能冲，你冲的话它一弯就活了，所以点这个。点这个如果挡这个，挡这个呢是比较危险的一步，当然它没有这步尖，越尖立，只有爬，这下呢白棋就活了，白棋挤一个把里边吃了，它团了这个接住，再爬一拐，这是个缓气劫，白棋就扑进去，也可以不扑，不扑是万年劫，不扑呢黑棋呢也是紧完之后再扑，紧完之后再扑，白棋呢可以直接扑，扑完呢是个缓气劫，这个结果对白棋是有利的。所以黑棋是不会尖的，黑棋这个棋扳缩小眼位不能挡了，这回一尖死了，因为你扑提了打接，里边是个刀把舞，这回死了。所以扳呢它也不能拐，那拐一立呢也是静死，这也是静死，因为你打这个它弯这一步，这里边是个刀把舞，还是静死。所以走这个那这儿就是要点，白棋走这一步，黑棋打吃，那白棋拐打，这是个打劫活。这类正解比较多，这全是打劫活，就是他退是打劫活。黑棋冲我们刚才摆了，挡住不行，那第一个正解是退，他点，这是打劫活，挡这个扳这个，这个行。再来看退，挡不住，再来看尖，尖这一步，尖的意思是说你扳还是不行的，扳还是不行，你扳的话太断，你扳他打，这是进活，所以扳总是不行，你爬他团住，你只有扳，扳的话被他一打死，白棋还是进活，这几步不行，所以呢还是这一步，这一步还是要点。黑棋顶，黑棋不顶，做这个眼呢被一顶逃了，所以黑棋呢还是顶，黑棋顶呢，白棋顶，黑棋就有尖，现在他做不活，做不活，他走什么？他不能走这个，走这个一挤，这样静死了，所以他打吃。这棋呢不能接，因为接了的话，白棋立，黑棋只有爬，这样双活了。这样是个双活，所以打吃的时候他不能接，那就只有扳，这就打劫活了，他不能接这个，
他接这个也一样，接就搬，打这个结，打结活，他不能打，打的话你接他就死了。现在立也没用，因为他现在立这个呢，黑棋呢不会接这个，黑棋是断这个，这是个打结活，就打这个结。这是白棋小尖的情况。小尖呢，如果点这个，他也是退，他只有退，他不能走这个，走这个一搬，这头死了，所以点这个的话，他只有退。退这个呢，还是进想进杀呢，还是不行的，进杀不了，因为他如果并这个立，你爬，这里边是个双活，因为这儿要一个永远不能下，有这两个点永远不能下，所以这棋就是个双活了。所以走这个点退不能走这个，当然也不能搬，因为你搬的话它就小尖，长这个它打这个，这样就进活了。所以点这个是不行的，点这个他走这些都不行呢，点这个他退，然后搬呀并呀都不行，但是他还是可以走这一步，这一步呢还是个打结，就跟刚才还原了，接这个搬这个，打这个搬这个，然后立这个搬这个，现在是死的，他立这个断这个还是打结，打这个搬这个，怎么走都是打结。白棋呢只要把顺序走好了，这是冲呢对付他尖的时候的情况。点二一多妙手，这个点跟这个点现在看来呢都一样，因为他总是不能尖这个，他尖这个你可以顶这个，断不进来了，一打是个接不归，所以他顶这个也是要尖，这下是立不着的，这下立一扳死了，那这下能走着，不能扳，扳的话给白棋团住，这里边是个双活，你即使团了这个，这一步也不能下，这一步也不能下，那你挤了这个，那他接住，以后接住呢是个双活，这样不行。所以这个呢立不能搬，那只有断，断白棋打，黑棋一搬，这几种下法呢都是，这几种下法全部是打结活。那一冲我们刚才摆了退，刚才摆了一个退，他就点这个不能冲，冲他一弯，那又摆了一个点，点这个他打扳，这个还是打结活，因为他只有加了，只有加也是打结活，这冲退这是打结活。然后呢摆出这步尖，这步尖呢是不错的，他走别的呢都要死，扳呀什么都不行，但可以点这个或者点这个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走这两个他都是只有退，弯不行，弯的话他有扳，你这样不行，你打这个他团一爬，你挤这个他一爬，这样是死的，所以他不能搬，他就只有退，退呢他还是挤这个，他总的时候来打的话你有搬，他总是正好来不及，这下立不着，立的时候你有个断，这就是打结活了。以下呢还有很多手段，我们下次再讲，因为还有这一步，还有这一步，我们下次再讲。好，今天这节课就给大家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再见。